哎，雨旭，好，我们到底认识多久了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吧。那语文的事儿你们还想瞒多久？他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可是，你们还记得 Carol 回学校那次，我们要给他办了一个派对吗？哎，雨浩，你搁哪儿去了？都放学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我哪知道？你不是和他一个班的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我等他好久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你自个儿去跆拳道社找他呗，说不定在跆拳道社呢。跆拳道社，不是说好4点半到这儿来吗？我去找他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边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干嘛？你坐。是谁说4点半自己是有急事的？你来这么晚啊，还带一大包零食了，真悠闲啊你。怨我就别吃。哎，你带就带来了，怎么能不吃？多浪费！哎，宇浩，雨勋来吃。哎，你们别吃完了，这是明天我给 Carrie 男神办 party 用的零食，我都懒得再去买了。什么？给 Carrie 男神办 party？ 对啊，明天不是要放假吗？所以，我今天就给教育老师说了，嗯，名校这样用，我们自己试着吃。然后呢，他见过吗？明天。休息的时候还要来补习，就爽快答应。所以明天这个自习室就被我们给承包了。哎，千纸鹤怎么没来？他说今天要补习，所以就不来了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到底搞什么单身派对啊？因为我们学校校规第10条啊，禁止谈恋爱，我不可能搞什么情侣派对了。你想带谁来呀？我还能带谁啊？我把隔壁女校郑子琪带过来啊。你敢吗？校规第10条，马选班长。哎，我还真不敢。那你这个单身派对是搞什么鬼？我还以为今天叫我来是为了暑假作业的事呢。不是，那我先走了。别急着走啊，马思远，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没听我把话说完就走了，将来要是吃亏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行，那你说继续。这 Carrie 男生不是刚回我们学校吗？所以呢，我就想补上次没有完成的派对，但是呢，欢送这不太可能了，欢迎呢太老土，所以我就想到单身这个主题。说的好像单身这个主题他会骂。先听我说完，马思远，我好不容易能为开胃男生这件事，所以我一定会弄好。于是我就给这个派对想了个噱头，这有吃有喝有玩，开胃男生还不能来吗？宇文，你买这么多吃的都买点水，你想噎死我？马思远，你怎么了？我的水太重了，已经放在门卫室了，要不我下去取？你去啊，你别一直拍我。哦，哎，等一下。还是算了，你办这个派对就是想让 Carrie 说啊，宇文好赞好赞，你这个派对一点吸引力都没有，还不如搞一个什么推荐女生派对，还有那么一丁点可能。拜托你实际点，我们这是男校，我微信里一大把女生，给你要不要？我也不可能把他们带到学校来呀，你教我怎么做，实际点。哎，你还挺厉害，你还敢推我了。我说啊，实际，校规第10条才不实际呢，还贴在自习室，更不实际。我觉得吧，制定这条校规老师，还要把这个校规贴在自习室老师，脑袋进水了。这场单身派对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……不要说情侣派对，这不可能。虽然我也很像，我没说情侣派对。是你先说的，我只是打个比喻。那还是你先说的，好吧，服你们了。那就说这个主意怎么样？那派对上有什么会让 Carrie 听了邀请后来自习室？这个喽，就这个。你嘴馋我知道 ，Carrie 嘴馋我就不知道了。就你这么点，为我都不够，还要为 Carrie。哎，还有，你欠我几百块钱，吃，吃不死，你什么时候还我？你别闹，马思远，你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吃只是派对上基本内容而已，如果没有让 Carrie 男生彻底满意我们这个派对的话，我们就要在派对上干点其他的事。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在派对上？上学期 Carrie 男生回美国的时候，我不是准备说再见吗？我觉得吧， Carrie 男生一定对 K 歌没有拒绝吧，所
所以他唱歌肯定比你好听。别闹。那你准备唱什么歌？我打算，哎，我知道唱什么了，我要唱那个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这是一定要的啦，喝到挂，唱到哑，哭笑到流泪，哭到怕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真的太久不见啦，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。哟，马思远。一直没听你唱歌，看来你唱歌还是蛮不错的。切，我可是拿过奖的最赞男生，好不好？你拿过的，我还拿过的。哎，年级团体第一名是班级合唱比赛，他只设了合唱奖，要是有单人奖，我照样拿第一名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听我说 ，K 歌只是让我家男生满意的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又是什么？玩真心话大冒险。啊？没玩过，怎么玩啊？就是我问你答，要是撒谎的话就要受到惩罚。就我问你，你恋爱了没？没有啊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我是班长，我骗你干嘛？我不信。校规第十条禁止谈恋爱，我是好少年，不早恋。你以为是你啊？我们把班长还真是又傻又温柔，我不就开玩笑说了几句，你还真当真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在那个游戏里面，我朋友可以这样问 Kevin 男生。哎，真不愧是夸我吧，随便夸。这零食真不愧是进口的，好吃。那你还听不听第三步了？听听听，你讲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是嘛，你以后得经常借我钱，因为指不定我哪天就会想到什么好点子。或者说在你新年级晚会上给你出什么好点子。哦，好，你快说快说。一点诚意也没有。你看看我诚意的眼神是不是充满了诚意？哎，快说了。不言实。哎呀，很烦，快说。第三步就是比惨大会。啊，比惨大会。对啊，上次凯伟男生不是被爸妈强行带回蒙古吗？所以他肯定在想，我要和亲爱的朋友们分别了，心好痛。他当时肯定觉得自己是最惨的，所以我们要用更惨的事例来说明他不是最惨的。那他就这么回美国了，我们被抛弃了，我们惨不惨了？ Kevin 男生已经知道了，想其他的吧。那我想想，被你一棍子打昏拖出去卖惨不惨啊？行行，那你说你。我的嘛，就多了。就比如说被狗挠了呀，还有无缘无故被……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敢骂谁？我骂谁了？你说你骂谁了？我没骂谁啊。你说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被狗挠了啊。你说谁是那个什么？你骂谁是那个什么？我说的……我说的是我十岁那年在青青小学校玩，被隔壁家养的那个边牧给挠的。你看这还伤疤。哦，怪不得这么傻，当时人家还赔了10000多块钱呢。一万多？对呀，你这叫惨，分明是赚翻了，好吧？你们怎么都赚钱去了？这钱最后还不是给我爸妈的？一边玩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把自己最难过的往事说出来，这样 Carrie 男生就不会认为自己去美国他最难过。那雨欣也好，约 Carrie 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。我觉得约 Carrie 这件事还是你去比较好。不行，必须你们两个去，因为我们两个去的话 Carrie 男生一定会发现的，所以拜托了。那好吧，就我俩去吧。你怎么就买这么点吃呢？你多买点呗。吃货，你钱都没给我，我怎么买这么多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门卫室拿水啊。笨蛋班长马思远，一起去不？哎，你敢叫我笨蛋，你反了你！哎，等等我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宇文。马思远，马思远，我和雨荨就先回家了，你别睡了，起来了。其实我跟他。